欢迎大家来到全国首档代际碰撞时尚真人秀，我们的超模训练营只有十个名额的机会。妈妈出场，有请。女儿们，乖乖们，乖乖们，爱你们。你真的很有少年感，像不像螃蟹爪啊？韩天琪老师连续9年登上春晚，据说您很爱跳广场舞啊。这一场我们决定选出两位妈妈，范范、卷门儿。这一组拿到通知书的是我们会发给航天琪老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你有这样的勇气走上这个舞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鞭策。希望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共同成长。谢谢。另外一张入学通知我们会发给吴昕的妈妈。吴昕姐姐，对于一个模特来说，吴昕的妈妈会比较占这个身高的优势，因为 runway 也是讲究队形跟排列的嘛，因为这样的身高它才会比较和谐这个画面。那昕宇这一组呢，素琴这一组也就是进到待定区了，还是有机会的，好不好？好。这里是好爸爸冠名播出的《妈妈你真好看》，好爸爸高端洗护，为爱守护。上微博搜索“妈妈你真好看”，进入话题页观看节目视频合集，为你喜欢的妈妈投票吧。好，两位班主任，还有各位妈妈、各位女儿们，早上好。这里是由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的《妈妈你真好看》，好爸爸高端洗护，为爱守护。同时还要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天猫好药、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以及推荐好物美好孕育润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首先请出这一组。掌声欢迎李颖。我就是李颖，一个真性情的女生。2009年演了大热的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之后，我就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中留下了噩梦。又干嘛？我们掌声有请陈伟出场。天哪，春伟天人。我是演员陈伟，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我拍过40多部电视剧，10部电影。大王紧紧抱住倩儿说，王妃不能生儿育女，再养再王妃的名下。还在乎这个？小伙子你说呢？妈呀，这身材可真好。我跟他拍戏的时候，我19岁。掌声有请卢烨。我是卢烨，我曾经也是一个演员。我吸引20年了。好了，别哭了。今天的竞争实在是有点激烈。卢烨，怎么在这里见到你了？哎呦呦呦呦，几十年不见了，见了，一直在上海，但是都见不到。就是，侬刚刚下戏啊？啊？侬刚刚做好事体啊？我老紧张了，我根本来不及。哎呀！
又见到一个熟人，都认识，几十年不见的感觉，20多年啊，对啊，不止吧，那是九，陈伟，陈伟，就我们家，你不记得我了？还有你不记得他，卢烨，上海的。是啊，好久不见！我的天哪，一下就暴露年龄了，都几十年前，不能说太多。我在想，会不会我跟李颖之间会斗一斗？我们两个都是欢喜冤家，斗也是会斗得很开心。那你们想进没进？我觉得肯定会进啊！你第一代模特，你怎么能不进呢？我好凡尔赛。我不会让着他，因为这是我的机会，也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也想证实一下，我就是陈伟，我就很优秀。让我们掌声有请陈伟出场。太美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照片。大众电影，天哪，封面，哇，封面，陈伟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演员呀。大众电影就是94年时候拍的，那时候就是27年前，真的是我觉得是我青春的记忆。现在看起这照片以后，我觉得满满的回忆，真的很幸福。哇，我呢，生活中我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而且很眉飞色舞。看到吧，不一样的陈伟吧。不如跳舞，有天堂不如跳舞，这感觉是这样的。让我们掌声欢迎女儿出场。陈姐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伟老师的粉丝青年演员张思乐。你跟你女儿处得像这个好哥们儿似的。对，我们俩就是经常是哥们儿，就是称兄道弟的。哎，怎么着，还不错啊，挺好，互相可以怼一怼。那平时你们俩之间都他带你玩一些什么新鲜的东西啊？我妈带我打游戏，我妈充当男朋友，王者荣耀是我妈教我的。哇，我妈打射手，成吉思汗，鲁班，这个要跟你鲁班。我爸在家里训我，你们俩干啥呢？啊，晚上不做饭打什么游戏啊？然后就会赖在我身上。我妈说，哎呀，我是陪思乐玩。然后那我妈还喜欢配音什么的，可以让她配段里面那个角色。妲己，妲己啊，妲己好像就是还跳一下。哎呦，哎呦。没有心就不会受伤害。让妲己看看你的心。掌声有请卢燕。还有气质的妈咪，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这女儿鼓励我，希望我能够再回到20年前，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自信。对，您的参赛宣言是人不狠站不稳。人不狠站不稳，就是要狠。有请女儿上场。各位老师好，哥哥你好，我叫骆欣妍，是卢燕的女儿，是一名留学生。就是过去这20年来，你的成长的每一天或者每一步，她都在现场，是不是？是的，绝对是，都没有离开过，没有一秒。因为爸爸以前就是工作特别忙嘛，然后爸爸就说希望妈妈能够陪伴着我。这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几个时刻是你其实很想回到演员？想到，想到，我好多好朋友，像王琳啊、蓉蓉啊、李颖啊那些，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放弃自己，真的是，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跟不同的活法。之前给了女儿，现在我想的就是我要跟他们一样，真的要找回自我。其实我是
既害怕又兴奋，怕自己做得不好。兴奋呢是我终于又回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李颖。他其实是我的前辈，模特，是。哇！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我其实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模特。人生不设限，你的未来无限可期。你看他们就是一点不紧张，根本就没有紧张这个份儿。对对对，所以这两张照片是你。哇，太美了！模特时期的照片、啊。当然当然当然，但已经蛮后面了吧？这个应该是拍挂历。我也拍过挂历。是。我们那时候拍挂历。其实也有很多模特，然后还有很多戏学院的那种学生啊什么的。结果没想到一拍拍了10年，我从最小的一个拍挂历的模特变成了一个最老的一个模特，所以我的生命力我觉得还蛮强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吧，是不是？可以。然后非常可我就是这么亢奋呐、因为我兴奋终于回到舞台了呀。真的有的时候内在的虚弱需要用外在的那种强大的那种冲击力来把它盖住，掩盖住，你知道吗？就是戏不够道具来凑，我是戏不够肢体动作加上语言来凑，就是这样，其实就是紧张。我的名字叫闵嘉欣，是演员李颖的干女儿。我毕业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现在是一名职业的钢琴家。你对你自己身上哪一块地方你还是觉得需要改善的，这个是我还真的蛮想知道的。我看到你们这样我觉得真的我特别羡慕。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舞台。那天你说的那句话很触动我，因为你说今年50，是你站在这个舞台上第30年。我想说的是我今年55，我离开这个舞台32年。那我欢迎你，所以我想回归，我特别的想回来。那接下来呢，就是你们要完成帮妈妈拍照的这个环节。你妈妈已经开始舞动了。好啊，哎呦，还有音乐，那等一下我也要有音乐。这可以，我选大家都没有选过的丝巾，大型镭射球。我这样吗？我这样吗？好会哦！想在这张照片里体现出非常叛逆的妈妈。那今天接下来这个题目，你既然已经做过模特了，那就考你，就是选择单品的时候只能选饰品，你不能选别的。只有饰品，我的妈呀！天哪！那你接下来就完成胡斌班主任交给你的难度升级的这一张照片。哎，什么都不能带，这种吗？这可以啊，这种酷酷的，我蛮喜欢的。哎，迭代迭代。我其实很早以前就迭代了。你可以选择很多，反正今天只能是特写。哎，你要什么东西吗？哦，什么都不能选。我好好奇这样的艺术家的审美是吗？我觉得他会给妈妈带来一定的压力。人家干过的就不一样，要让我不会展示。好大的特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哇，太专业了，这个手拍的好美啊，美的。哎，这都没法跟人家比。女儿觉得对这张照片满意吗？你拍的？
我自己觉得挺满意的，但是我觉得我干妈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觉得我好胖啊。我有进步空间呢、啊。我是觉得，如果你人生发觉自己身上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去弥补的话，其实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好。所以我今天让你拍这个，我就想说，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助你。然后，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有的时候人会很主观，可能真的会不是那么明确的认识到自己。如果说有一个优质的旁观者来告诉我说你哪里哪里还可以提升，那我当然很高兴。那你觉得我们两个是优质的旁观者？都可以呀、啊，当然是啊。我们请出这一组的其他两位选手，有请。你说，这两个肯定身高一样的，对不对？然后这两个身高一样，如果跟他们两个比的话，他肯定是占优势，对不对？对，紧不紧张呢？不紧张，我有点，因为做完了已经有结果了。你紧张也没有用，也是这样的。把我 P 掉了吧，不会把我直接。我觉得就这个吧。嗯，好的。嗯，今天的竞争实在是有点激烈。这一组呢，因为李颖姐，你是因为之前有做模特儿，那就是我们现在先发李颖姐一张通知出去。好。那其他的全部待定。好，恭喜李颖姐姐！啊，我好开心！哇，谢谢你们，恭喜！恭喜恭喜！以前我们是一起拍戏，一起拍广告啊，拍杂志啊这些。现在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真的很远，真的很远，所以我要继续努力。参赛对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哦，然后我觉得竞争是你展示你的美和你的感受，就是表达的一种氛围，一个 party， 我觉得是。恭喜，谢谢。期待了32年的一个舞台，兴奋，终于回到舞台了呀。接下来这一组第一位选手叫做罗雅萍。这小身材，我叫罗雅萍，我曾经的职业是打字员。您的参赛宣言是：来了就想赢。来了就想赢是对的，我来了就是想赢的。你知道这位姐姐刚才的体重是多少吗？她的体重只有47公斤。哇，好瘦啊！54斤，比我瘦好多。哦，她很瘦哦。我不会让我的体重超过100的，我一到100我就有危机感。就是30年以来都是一直保持这个体重没有变过。我蛮自律的。她的 BMI 非常好，才18.9，是目前来说是最好的。我对我女儿要求也蛮严的，要对自己身材和美容管理的比较狠一点。我也是这样，我说我们请出女儿来。刘雯老师好，胡斌老师好，我是刘云。Hello， 这是我的妈妈，最美的小罗姐。因为我刚跟刘云一起做过一个节目，然后她就说她讲她妈妈对她要求严格的事情，比如说生完孩子，然后要求她迅速恢复身材。你说的是对的。为什么他的职业就是必须要对自己在这方面狠一点？那我想问一下刘云，就比如说妈妈让你不吃主食，或者是让你有一些改变，你会为妈妈做这些改变吗？如果我妈妈进了以后，我就整个过程中完全按照我妈妈给我制定的饮食食谱。我刚刚在后台偷偷吃牛肉干的时候，然后就这样瞥了我一眼说，别吃了。我一直以来我特别向往的状态，就是女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眼里写满故事，但是脸上不见风霜。我会这么向往这个状态，是因为我人生中有这么美丽然后自律的一个妈妈。我妈妈60多岁了。哇，真的假的？哇，比我妈妈还大，好年轻。
这么年轻啊？真的假的？我对不起，我不小心暴露我妈年龄了。就因为我已经忍不很激动的想说，就是特别好，我不会让我自己老态龙钟。对，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她60多岁了，她像一面镜子一样。我非常认可，就是女人在不同的年纪就要展现她们不同的美，而且这套衣服也非常适合妈妈。谢谢。我没想到你60岁，姐姐。今年63岁了。因为这是让我震惊的地方，那你怕老吗？你怕老吗？我不怕老。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你怕老吗？谁不怕老了？你怕老吗？那你害怕老吗？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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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老吗？好想替吴斌哥哥问一句，你怕老吗？我不怕老，因为我说老是啊，其实一个概念来说，老人们那都是慢慢变老啊。但是你的心态不能老，你要是觉得自己老了，你就从你觉得的那一天，你肯定就老去了，没有年龄的。我非常赞成你的想法，谢谢。为什么？因为我现在50岁，你就是我的目标。然后我到60岁的时候，我在台上跟你说同样的话。哦，好，谢谢，谢谢。这是我今天晚上到从前面到现在为止是我最愿意听到的。我本人就很希望你可以进到我们的训练营。我不知道刘雯，我想看刘云为妈妈拍照。好。我想要一个那个天使翅膀，这才叫真正的动物。哦，天使的翅膀，头低一点。怎么是迷糊的呀？我觉得刘云姐姐拍照技术可能跟我差不多。快点吧，这是不行，根本不行，不能勾下去照，勾下去照以后玩不起，好丑，好丑，不好看。你后面不好看，算了，快点，你快选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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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你今天不能睡觉了，连夜练。好，就这张吧。背景不太好。云姐，这是啥？一年不能吃主食。我妈妈各种不满意。刘云，你是不是一身汗都排出来了？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我真的。你的身材和你的保持各方面都是完美，但是从专业技能来讲，几乎为零。对。所以，对，你一定要承认。不是你女儿拍的不好。但其实我觉得照片并不影响我对姐姐的判断，因为你来入职，其实这张照片只是考验你跟你女儿的一个默契。所以这张照片就是即使它为零分，但是也不会忽略我们看到你本身的存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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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啦，我完成任务了，棒棒棒棒的！我紧张的要死，我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好，看看，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冯雨秋。好美啊，蛮有趣的。反正我走模特的时候，我模特是零。哇！哇！血管都放出来了。我叫冯雨秋，来自东北沈阳。我的职业呢？是一名女司机，开过最大的车呢是能拉10几台轿车的大货车。哇，太厉害了，太棒了。今天之所以能来到这里，是我从小就有一个模特梦，并且还有两位
大咖老师要当我的班主任，我真是太兴奋了，太感动了。我的宣言是爱拼才会赢。还很娇羞呢，怎么追梦追到底，谢谢。还没有还有这个标点符号有点丢。你这资料还写到个人才艺是唱儿歌啊。哇，那你要不要对着他们来一首？这儿歌是这样的，因为我不会唱儿歌，是为我的小外孙在哄他睡觉的时候，我给他编了一首歌。我不太好意思唱。加油加油加油！好，献丑了，不好意思，我唱的不好，大家多多帮助。给自己打打气，开始。好可爱，自己 Q 自己。肉托子，肉包子，他是我的肉包子，肉包子。外婆喜欢宝，外婆叫包子宝。谢谢，不好意思。天哪！哎呀，这太可爱了，这太有意思了。肉包子，肉托子，他是我的肉包子。哎呦，哎呦，我的天哪！好，让我们欢迎杜若溪。大家好，我是演员杜若溪，王雨秋的女儿。我觉得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美，那为了上这个节目已经瘦了7斤了。哎呀，我怎么就没瘦7斤？她这么多年，我觉得特别能吃苦，很耐劳的一个女人。那我特别希望在她这个年纪，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你想要找到的高光时刻和你的兴趣爱好，再重新出发。谢谢，谢谢女儿。我觉得你的身材很好，气质很好，你的幽默感也在线。我是觉得你就需要往前再走一步，大胆地说出你心里想要的东西，那个很重要。我非常想愿意留在这里，我从小就有一个模特梦，非常渴望两位老师对我多多帮助，圆我这个模特梦。哦，我会说呀，说得好。谢谢。好了，下一位是王玲，我们来看一看她的。哇，好美哦！这是女儿的照片，是妈妈的照片啊？让我们掌声有请王玲登场。哇哦！我觉得阿姨很酷。我叫王林，现在是一个退休的状态。我感觉我现在跟以前差别太大了，非常的自卑。我想来这里挑战一下自己，找回从前那个自信的我。哇，好，我想回到照片上的那个时代。谢谢大家。那这是，这个是我女儿，你和你女儿是吗？对，这张照片完全选的你自己很美，你看你的女儿是什么样子。所以看
看不出来。我们男朋友请出女儿来对比一下，谁女儿是谁？哇！啊，真的是一样的风格，真的是一样的风格。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周瑞琪，我目前是一名全职妈妈加兼职自媒体博主。欢迎你。我看到您上来的时候，的确是眼睛里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但是你的所有的一切，我并没有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这两年，我感觉我跟时尚打不上边，我女儿都说你现在穿些衣服感觉穿的什么衣服啊，一点品味都没有。她老是批评我，她说我，你这个样子怎么上台呀？对，这个样子是吗？我就觉得有，就刚做的化妆间她就觉得，就是因为所有的。现在我每次跟他待在一起，我觉得虽然我们两个在同一个空间，但是慢慢变得有代沟，没有话讲，所以我就想说趁他现在多带他出来看看更大的一些东西，让他接触一下，不然他就会越来越自卑的，让我不要这么小家子气了。阿姨很大方啊，完全没有那个。我觉得他妈妈怎么可能会不自信呢？才对，对，这你的女儿在怎么打压他妈妈才能是、嗯、真的。再来，等一下我。他没。哎。好了，那接下来进行小考，我们拍一张照片。照全身肯定照不好看。我觉得妈妈可能有些时候是太倾听女儿的意见，迷失了自己，对，绝望了吧？我是觉得她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因为其实她就觉得这两年才开始不自信。妈妈是不是跟着女儿住？对，我怀疑就是妈妈女儿的这个熏陶之下。这里往前走吧，往前走。啊，你现在你这样别动，就这样别动啊！我觉得这样还可以。那你跟妈妈还可以，走路还行，可以哈。对，这个好像可以，这个，嗯，神经病，这怎么可能？啊？什么？就感觉好像女儿比较强势，然后妈妈比较的会更自卑，有这种感觉。所以就说她自卑，是我觉得要鼓励的啊。对，嗯，一言不合的夸我妈，我也是，我也是，我一直都跟她说，我说你就是我们家天花板啊，我们都追着你去努力。所以我妈就是那种感觉，很自信。有了是吗？好。好看的，好多了。我刚刚看你走秀，看你拍照，然后呢，我跟刘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是你一拍照的时候，你的眼神超级坚定的，只要说镜头，是充满杀气，而且充满的那种戏剧性。你觉得妈妈的不自信有很大程度是源自于你吗？因为你在说妈妈你搭配没有好看，你在说你买的衣服小家子气、嗯、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跟他30多年都这么过来的啊。对，我们就那并不代表过得好呀，就还可以吧。我们很享受这种互相争论的感觉，因为不争论就没话讲了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说这些话，妈妈就已经他已经生活在一个没有自信被你打击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状态上吗、啊、但我觉得我妈也挺享受这种感觉的耶。问一下妈妈你享受吗？你享受吗？我还可以吧。因为我想我肯定做的还是不好，如果是好的话他肯定不会批评我啊。我觉得女儿有点自信过了，妈妈比她强，就她这样是等于压着妈妈，我觉得妈妈就好可怜。你妈妈的自信是有的，只是对她现在这个打扮她不喜欢，所以有空的时候带你妈妈去逛逛街，然后呢去店里面去试一试，而不是说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好的我就把它拿回来，我穿在身上也不一定好看。然后呢你去寻找她适合东西给她穿，让她重拾信心就好了。你妈妈没有问题啊。好，
在现场的时候，我一直迫不及待地去问他妈妈很多问题，是我想知道关键点在哪里，我想帮助他。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我发觉每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看一看他的女儿。那到后来下来以后，然后呢，我自己走到他女儿边上，我说，给妈妈一点空间，听听妈妈的想法，相信我没有错的，你妈妈很优秀，真正为了你，为了妈妈好的话，你应该注重妈妈的感受，说我为了你好，其实这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如果真正为了我好的话，你就不会说我为了你好这句话。我们请出这一组的其他两位选手，来有请。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为你带来揭晓时刻，我们请班主任商量以后给我们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阿姨们的年纪都差不多，我们也要在每一个年纪有一些代表。可以这样吧。这边在场有两位姐姐，就是年龄都超过60岁。其实从本意上来讲的话，我们很希望两位都一起过关。我们决定就是说，我们先放第一张卡给罗亚平，然后你们二位进入待定区。但是我真的想告诉你，你已经很完美了，我欣赏你。谢谢老师。恭喜刘云母女啊，获得这个录取通知书。我的心情还是蛮激动的，我不能说是十分感激还是十分激动，我是万万分的激动和感动，然后呢就是一晚上睡不着。我们接下来就开始面试这一组，请出第一位选手。哇，经典双叉腰，还蛮怀旧的。哇，好甜美呀，他太棒了，你看一走路就是模特步感觉。老师们好，还有孩子们好。哇，我的天，太高了，太高了。我叫蓝雪球。这两张照片，20几岁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业余的模特活动，有一个闺蜜，她说，你看你的腿那么长，就给我设计了2套服装，就上台就这样子玩了一把。你知道你腿长的具体的数值是多少吗？我这里量了109。胸以下全是腿。我也是大长腿的。我想确认一下，我的腿是118，我是有点想试一试。来。是真的。谢谢谢谢。有请这位妈妈的女儿登场。来一起。耶 ,Blue Win Win! 妈妈哇，谢谢。你觉得刚才妈妈这一段自我介绍打多少分？完美，有多少分打多少分。那我现在对阿姨跟蓝盈盈的衣服很好奇，因为他们俩有点小心机。对，有搭到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我也跟妈妈搭了。文佳哥，我们也挺默契的。哎，这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小考的环节了。我先拿一个行李箱过来，挑这个吧，好吧。完全没想到他会选这个。
还挺是那感觉的。这杂志啊，有点像在机场等飞机的感觉。阿姨很有镜头感，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最美的。但是不要忘记哦，拍照不是摆，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自然而然的流露。好，九姨妈妈，你就放松啊。只要你拍出来的，我都觉得挺好。只要你摆出来的，我都觉得挺好。谢谢。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还蛮讲究的，摆的那个腿型，然后呢就非常注意那个裤子的皱褶。我觉得你的腿摆得很自然，就摆成那样的形状。谢谢谢谢。稍后我们会告诉你结果，好不好？好的，好，谢谢。我们掌声送给蓝雪球，谢谢谢谢鼓励，舞女，谢谢。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位选手。很惊艳，掌声请出这位妈妈出场，有请。音乐不一样。我叫燕林，我来自重庆，现在我来完成我的梦想。我有点紧张。紧张，因为前面太优秀了。这个节目还给了我一个展示的舞台哈，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要加油加油。其实你介意说你的年龄吗？你们猜呀、啊，我不想说我的年龄。好想问你，猜呀、啊，你呢？我觉得你应该比我年纪大一丢丢。肯定大丢丢啊！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你的女儿出场，好不好？好，有请女儿。我叫何鸿燊。各位好，你好。那妈妈想从这个节目里面收获什么？最后收获的是我想晋级。嗯，妈妈没人老嘟嘴。好，我们为妈妈加油了，好不好？我喜欢眼镜。我想挑那个帽子。能拿到吗？要站起来吗？没事，我们先来。哎呦，小心！姐姐没关系，我们来。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我看一下。没关系。好，我拿这个。啊，这跟那帽子一起的 哦，那是一套。那这个耳环也是吗？对，耳环也是。哎 ，OK， 正好，好的，谢谢。这个帽子是跟这个眼镜和这个耳环是一套的，所以你这耳朵上可以加这个吗？那可以，好吗？好的，那这个我怎么办呢？我取个吊哎。那你就加在边上，来。只拍局部，拍那个不拍太多。我来看。范主任的设计动作，忍不住了，投入了，但实在难受，因为他太爱美了。哦。哎呦，哎呀，好帅呀、啊！我是你的粉丝。我怎么开始表白了你、啊？我怎么了？在我这么近哎！我开始表白了你的。我没想到你可以吗？这个机会好好。哦，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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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好美。哇哦！靠近镜子。OK， 哎 ，Nice。我们手机拍能拍出个啥？我要能拍出好片，我当摄影师去了，还当艺人。妈妈，你稍微再退一点点呢，我觉得这个影子非常好看。哎，好 ，stop，
好了。哇！好绝！哇！我看，我们手机拍能拍出个啥？因为我觉得拍这样的照片就是一定要简洁，有一个帽子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曲线，有一个线条在这儿斜过来正好，然后镜子的话就会稍微有一个背景。妈妈喜欢吗？喜欢，喜欢得很。珊珊自己会买相机研究给别人拍照，拍得非常好。红杉摄影拿过奖是不是？国家地理杂志。这张照片投出来的时候，我这边的摄影大哥说：“哎，还可以啊。”是是，哎呦，回去好好练了，太好了，啊，太好了，很完美的一个呈现，我觉得摄影师很棒。谢谢。好了，下一位是戴文英。哇哦，哇哦，很酷哎。看一下队，漂亮！耶！还会转圈，我都不敢转圈。对。评委老师好，主持人好，美女们好，妈妈好，妈妈好。我叫戴文英，从事的职业是园林绿化。哇哦！今天来这里是挑战一下自己，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漂亮。哇哦！太好了，你是徐璐的妈妈吧？对。她刚刚你还在里面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叫，叫的两个手都握着拳，他对你的那种满意已经，就是你看你转过去看，啊，加油！他刚刚都已经快站起来，他都快要跳下来了，所以你应该放心，你的表现一定是很好，你要放心。谢谢谢谢。哇，好的。您是不是不爱笑啊？平时挺严肃的感觉。对，我是很严肃的。他老说我。我妈妈是没有表情的，就是很淡定。我平常也是这样的。那看到那些花啊草是应该开心的呀。因为我是做行政的。哦，坐办公室的。对。你这么看我，我有点怕。领导。我也觉得有点像领导那种的。导演希望你多笑一点或者怎么样，那你能够做得到吗？应该可以吧，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笑开不是太好看。好看，妈妈真好看。这样吧，我们直接把徐璐请上来吧，她已经跃跃欲试了。好吧，掌声欢迎徐璐。斌哥好，表姐好，魏佳哥好，美女们好。徐璐妈妈平时的性格就是很严肃的，非常严肃。她跟你聊天也是这样，就是不苟言笑的吗？就是比较冷冷的，她没有特别多情绪上的变化，就是好啊，嗯，我小的时候不让我哭，我一哭她就说闭嘴。哦，你觉得小女孩不应该哭吗？从小要养成一个习惯，坚强，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出门都一定要靠自己。对。就我妈有的时候就是太多年在家里待着，对，就不会去太注意自己，所以我就是希望她来这个节目可以更自信更开心。我挺自信的。自信100分。妈妈就是很严肃，但是妈妈她比较酷的一个女生，但是呢来到这个舞台以后可能可以给你换一种给别人的印象，你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更换吗？去稍微的改变一下出来一点。班主任你问得好小心啊，你是被她的气场给震住。
小米细小点点可以吗？点点，你的别人都是问，我希望你做出改变，我希望你穿成杨钰莹，你可以吗？你这变成到这儿，你被他的气场完全压住了，哎，对啊，那可以吗？好怂是吧？笑了，妈妈笑很美。妈妈，你刚才笑很美啊。对啊。谢谢。徐璐，你的妈妈的做的最酷的事情是啥？她做饭只做自己喜欢做的。我们家20多年一直是土豆丝的忠实粉丝，土豆丝还有那个番茄炒蛋，因为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他们不用考虑他们，因为我觉得我是劳动者，我去做，那我做上你就吃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不满意，那你来做好了。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Yes, yes, yes. 同意。可惜有点累。哎，所以说，那你就吃吧。很给面了。对。好酷啊！好酷啊！就是这样。Race by。对，要么你来做。徐璐，你怕不怕你妈妈呀？怕，但是现在好一点。小的时候非常害怕，她是属于虎妈吧。我小的时候不敢跟我妈讲太多的话，就比如说我生病了之后，我发烧了，我爸跟我说，哎呀，就是宝宝你要去医院啊，怎么怎么样？我妈说没事，喝点热水。真的，就我就觉得，哦，我妈怎么这么无情义，是吧？对。其实你喝完第二天不是好了吗？啊！是事实哦，这是事实，对吧？所以，徐璐，应该你很少跟妈妈表达，就是对她的爱。几乎没有，比如说在母亲节啊，或者在特别的一些时刻，爱你哦算吗？就是微信爱你哦，就是其实我没有当。现在当面，你当面跟你妈妈讲讲看，我想看看妈妈的感觉。就是你就是很真诚的看着妈妈，跟妈妈说我爱你。没事儿，宝贝。宝贝儿，其实妈妈是很爱你的，只是没有表达出来。宝贝儿，妈妈爱你，妈妈爱你。妈妈，我也爱你。谢谢了。妈妈，我也爱你。我跟我妈说不出来，我也说不出来。我跟我妈从来不说完。我也是，我对着小罗姐那张脸，我就说不出来。对徐璐来说很难，这个句话对徐璐来说很难。好，你尽力了，我知道了。我太难了。明天照样是土豆丝儿，放心吧。西红柿炒鸡蛋。我爱土豆丝。谢谢。很动容。我觉得我不能哭，如果我一旦哭，可能就是。就是
我也想到了，我其实很少对我妈妈说我爱你。我真的是因为录这个节目，我特意改了那个机票，我明天坐车回家，我想我妈了，吐。我们其实很羞涩于表达对父母的爱，因为其实我们在父母的眼里永远是孩子。妈妈爱你，妈妈我也爱你。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蓝女士，红山妈妈。这个好难选哎。哦，他是不同的。我们看到你们每个人的努力，每个人的刻苦，从你们当中选一个晋级的话其实不是很公平的，所以今天我跟刘文老师我们决定就是都待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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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啊，待定已经很不错了。这个身材好好呀，你看穿个短裤，好高的个子，现在一米七，哇，真的模特的身材。你好，坐坐坐坐坐。哎呦，这是性感妈妈啊！你们好，这个身材，你们好，一个比一个好，我觉得。啊，她穿的是礼服，哦，好漂亮啊，好隆重啊。这个综艺和 T 台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如果我能够通过的话，我要么就是更上一层楼，或者要么就是脱胎换骨。我觉得我100%是时尚人第一名，我非常有信心。哎呀，人家都这么漂亮这么优秀，有一些紧张，还有一些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好了，各位，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笑。我叫张潇，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从业至今快30年了。哇！女团头牌一直接出道了，出道了。不是我啊，人家。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赵从英。是北京大妞赵从英，身高1.69米，大家都叫我英英姐，欢迎你。哎呦哎呦哦，哎呦，吴昕在浪姐也来过这一场。三位老师好，宝贝女儿们你们好。妈妈好。这猜猜宣言呀，别害怕啊，我来都来了，我总得带点什么回去吧。幸福，有点东西啊，哎呀，好玩。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女儿上场。我觉得阿姨特别有勇气，是因为我看到她平时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是去三里屯，然后被摄影师接拍。
我跟你说，三里屯的摄影师很多人都认识我，他们都帮我拍过，我拍过很多很多视频，他们都觉得特别 fashion。张潇，看您这张照片和现在，尤其是发型上面都保持了，你看是不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发型啊？对，你是怎么发现的？这明显我除非我看不见了。我不想让你这么快的发现。但是你身后的照片，你看。对呀，你看啊。就是先太可怕了，你这么快就发现了。今天这一套面试的衣服是你自己搭的吗？对啊，他是用西服来配短裤。有没有注意到他主打图案是象棋的棋子？我想告诉大家，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是棋子。那么请评委老师猜一猜棋盘在哪里？是不是在女儿身上？怎么又被你说中了？你是托吗？我心里为什么穿个棋盘来？不是我是。还有一个棋盘。我知道。欢迎女儿上场。评委老师好，我是演员王鹤润，是张潇的女儿。为什么他说棋子我是棋盘呢？因为我们俩今天有一个身份的转换，就是小的时候是妈妈拎个大包像经纪人一样给我搭配服装带我去演出，但今天我终于能坐在台下，让他能够就站上舞台，能实现一下就是自己的美。对，今天他是我的棋盘，是我的幕后支持者。对，掌声送给你们，谢谢，辛苦了。他们都非常的漂亮，气质非常的出众，但是我觉得那我既然已经来了，我也是要尽我的力量搏一搏吧。好了，各位有请饶红登场。非常的自信。自信，蛮有范的，还。哇哦！对，他的气质跟你妈妈有一点像，就很高的那种。对，应该有170。哎，这小腿都比我细。大家好，我是叫饶红，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我的参赛宣言是：我们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美丽的外表。当我站在 T 台上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优雅自信地绽放属于我自己的风采。这个挺到位啊。刚才我们体测的时候，他的身高是最高的，是174，对不对？嗯，差不多。很高。哇哇哇！所以您的职业到底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吗？模特，讲那个讲师，老师，您企业家，记者，媒体人吗？你是模特啊，你就是模特啊。其实我的第一职业呢是一个心血管内科医生。哇哦！哇哦！哟，他在台上的表现让我很惊艳。他根本不是职业模特，但是他已经具备了职业模特该具备的素质，我觉得他就非常的让我惊讶，一个医生可以这样。其实我的职业呢也是一个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哇哇，大家好，我叫金秋赤，我的职业呢是一名法语翻译。
嗯，这是我的妈妈饶红女士。嗯，那我想问一下，女儿就是为什么要来带妈妈参加这个节目？嗯，就是她曾经被误认为当年我们本地一个选美小姐比赛的冠军。其实我妈妈当时也只有可能27、28岁，大概这个样子。但是当时的那个一般选美啊，或者是舞台，或者是灯光，主要的还是专属于未婚的年轻女性。所以说可能我妈很早就已经没有了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所有的这些灯光，所有的舞台，所有的机会不再限于是只给未婚的年轻女性。会讲每一个年龄段都是很有希望，但我觉得每一个年龄段都是很有希望的。所以说我这次还是很鼓励我妈妈来，因为她在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的，只能说舞台更加多元化了，对不对？嗯，对对对对对，机会也更多。那个种子很早就埋在我心里，那是第一届武汉小姐的选美。哇哦！我觉得真的感谢这个舞台。我们谢谢你们的面试。棒棒棒！我们请出其他的两组选手。这一组的结果，请你们俩在合议之后告诉我们，谢谢。如果说是讲的话，这这里面可能就他，嗯，好，这一组的面试结果是，反正就是像这样的时候，全部就交给我了。那其实今天的三组妈妈其实都有各自让我感动的点。如果你一定要让我从中间挑选一个妈妈的话，其实是蛮残酷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我今天如果放你们三个人同时进去的话，那也是一个相对后面的选手就会有压力。我们在想我们三对妈妈公平的全部待定，好不好？好残忍啊！那今天不好意思，三组妈妈我们都待定，好不好？我们待会儿见哈。今天不发的原因呢，我是在想说给后面的妈妈多一点机会，考虑更细一点，然后呢，到最后发的时候尽量精准，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组选手，第一位。哇哦！哇！时尚感满满，哎，对不对？让我们有请妈妈出场。三位老师好，漂亮的女儿们好，妈妈好。我叫曲晓，大家呢都会叫我晓晓。我有一个无价的职业，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我有三个孩子。哦，三个。我就是希望我的家人能看到我不同的我，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看到这个妈妈，哎，还可以呀、啊，哎，不错，我要展现我自己。哇哦，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衣服依旧时髦，哎，真的很时髦的感觉。她年轻的时候是那种大美人的类型。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应该是89年还是88年的时候。我比较好奇，当时在90年代你就穿马丁靴，对的，您妈妈会怎么对您说呢？哇！我妈妈很支持我。那个时候我不穿裙子的，我的颜色只有两个，黑白，我觉得那是最酷的。今天这个身是你自己选的还是女儿帮你选的？
我自己选的，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穿今天就是很舒服很自在。我看你就是你把全身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就露出你的腿，那是你对你的腿非常有自信，在全身对吗？对，因为我听到胡斌老师问每一个学员说你最自信的地方是哪里，那我是喜欢我自己的这个小腿。但是呢，刘雯老师说过，女人最漂亮的地方不一定都要露出来。你认真听课了耶？对呀、啊，对呀、啊，昨天的面试内容全记住了。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女儿上场。她就是年轻了我，很像啊。师们好，我是演员宋妍黑琪琪，然后这位是我的母亲小小姐。在你眼中，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我妈妈她非常非常的温柔，平时在家里，因为她我们家人都很宠着她，尤其爸爸就会经常带妈妈出去 party， 然后去聚餐呀吃饭，然后一到节日的时候就送鲜花。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有仪式感的，就是说我们尊重场合，我觉得是喜欢穿搭，不是说为了小炫耀啊，我穿的比你好，或者是我穿的与众不同，我是觉得是一个尊重生活，尊重他人。这点我很赞成，愉悦自己特别赞成。对啊，我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呢是牛仔裤，各种牛仔裤跟 T 恤衫或者是白衬衣，我觉得这样很美，就像刘雯老师一样，就像刘雯老师一样，所以说我学着他的穿衣打扮。除了牛仔裤之外呢，我会配这个。哇哦哟哦哇哦！如果加一个高跟鞋的话呢，那就是去见朋友了。如果是我白天穿个球鞋戴个帽子，那我就觉得哇哦，去遛狗。哇哦哇哦妈！哎呀，还有呢，那我的衣服都是这样。简简单单的，我不觉得。这个不简单，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相当有设计感。我也想这么说。身边那么多珍珠。那边说这个不简单啊。你刚刚在讲你整个衣品的时候，我觉得你可咸可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的。对的。你们看到我这样。我可能就是一个每天穿梭在什么菜市场超市，完了要不得瘫在家里沙发看电视，所以我来到这个舞台，我的儿子说，妈妈你有什么才艺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呢？所以今天我来了。宋一飞说了，他是跳舞，在他眼中你跳舞最好看。对，因为我妈她是广州现代舞团的一名舞者，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跳舞。我三个孩子从来都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看过照片，就是我从照片上才知道说哇，我妈妈跳舞非常好看。跟大家普及一下，她妈妈上的这所学校当时叫做现代舞教育机构。没错，她也是中国第一代现代舞团，然后他是第一批现代舞舞蹈演员。你们知道那批有很多厉害的人，包括金星老师，还有沈伟老师。妈妈能不能荣幸跳一段给我们？想看想看。他们跳舞都太厉害了，但你们不要笑我。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我可以即兴来一段。哇，即兴 freestyle。小心地上啊。声音大点吗？大一点吗？哎呀，大点声！哎呦，哎呦！有点东西哈，阿姨可以啊，厉害！
第一次看她正儿八经的跳舞，我觉得太感动了，但又有点心酸的感觉。那个心里就很像我现在变成了妈妈，我看我的女儿在台上表演，就特别特别特别自豪。看到你女儿在边上，好像对，就是。对，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看她跳舞。真的吗？宝贝。哇哦！就是有点理解我妈以前在台下看我上舞台时候的感觉，而且确实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就是这个这么有自信的一个样子吧。他觉得妈妈好，他就觉得好自豪，他觉得对。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那我就是做一个妈妈的时候，我把爱就给他们。对吧？那现在他们长大了，也太傻了吧！但是呢，你别哭，我跟你说，我现在我爱的第一位，我跟他们讲过，是他爸爸；第二位才是他们三个人。哇哇哇！因为他们可以照顾自己。所以你幸福吗？因为你是为了自己活着。对，我很幸福，我很开心。我虽然也失出爱，但是。我觉得收获来，收获了很多。对，是的。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在于，其实互相换一个角度来审视对方。以前可能就像大家每次都是父母坐在台底下或者荧屏面前为大家加油，但现在你突然在旁边的一个角落看着妈妈在释放热情，在投入的时候，你突然就感受到了爸爸妈妈曾经看你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我爸也说对我妈是一见钟情，就是跟我妈妈跳舞的时候一下就爱上了我妈，大概都因为我觉得我跳舞的时候是最有魅力最开心的。我也知道我的舞蹈基因在这里。好， OK， 那我面试结束了，你们可以了。谢谢，我喜欢维嘉老师。我现在是青年，胡兵老师，你哈就是我梦中情人，会出现一颗新的明星藏丹丹。行了，我不说了，你说吧。我没有提前跟刘雯商量，是有一点点临时的状况。没有入选的所有的妈妈，我们。我是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天猫好药，妈妈勇敢做自己，天猫好药守护你。我是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妈妈你真好看。待会儿见。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妈妈你真好看。现在继续。这里是好爸爸冠名播出的《妈妈你真好看》，好爸爸高端洗护，为爱守护。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天猫好药，妈妈勇敢做自己，天猫好药守护你。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我是妈妈你真好看，推荐好物，美好孕育，美好孕育润康，孕产妇专用营养。和妈妈来长沙还睡吗？天气很潮湿，然后它经常下雨。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带着大礼盒来了。好爸爸高端洗护亲肤大礼盒，好爸爸的亲肤洗衣液，好爸爸亲肤洗衣露，亲肤洗衣露的内衣专用。这个是好爸爸天然酵素亲肤洗衣凝珠，还有这个是好爸爸除菌除螨除味亲肤浓缩洗衣凝珠。好爸爸家的全线系列产品都是亲肤无刺激的，这款洗衣凝珠很好用，直接丢一颗进去就行了。
洗完衣服第二天拿出来晾，或者是晾在室内的话都不会有味道，去味还除菌，但小孩的衣服都能洗，特别好用。 OK， 那我面试结束了，你们可以了。谢谢。我喜欢我家老师的眼睛里边有星星。美喽美喽美喽。谢谢你，谢谢小小，谢谢妍飞，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跟妈妈有一个这样的接触，太感动了，我觉得超级棒。我也希望妈妈可以很勇敢地迎接她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最后一位，那是你吗？那是你吗？你。这女儿好像也是被迫营业的感觉，在冰上面冻得够呛。让我们有请丹丹出场。哇哦！阿姨笑起来很好看。阿姨好看，漂亮。各位老师好，我叫尚丹丹，我来自吉林省的吉安市。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我的职业是做服装生意的，我做了将近20年的服装生意。哇，老辈儿，这么说有点大哈，就是卖衣服的。卖了20多年的衣服吧，忽然有一天被告知你得下岗了，不让你干了，我要准备再就业了。好，好，好。我的参赛宣言是尽100倍和以1000倍的努力，我会在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T 台上会出现一颗新的明星，就是我，尚丹丹。可不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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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个完全两个不同的场子。谢谢啊，谢谢谢谢。我看到那边就已经有一个人哭得哇哇的了。别呀，你别哭，我妆好花了，真是的。掌声请出孙怡，好吧。哎。两位老师好，大哥好，我是演员孙怡，这是我妈妈尚丹丹。我讲一下我为什么哭，你别听，就是你别听。其实我是一个台前的人，我妈妈一直是在我后面特别坚实的后盾。她说的服装生意没有她说的那么高端，她就是一个市场里面摆摊的卖衣服的。对，我都说了卖衣服的了。而且我妈妈她是我特别佩服的人。各位老师，你们知道我中间下岗干嘛去了吗？哄孩子去了，当幼师了。对，然后他一直忘了带宝宝，陪着我各个地方跑。我一直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他一直付出他自己的，就是晚年生活吧，就是晚年生活吧。我多年轻啊，多晚年，我现在是青年。这么晚年。行了，我不说了，你说吧。好了好了，我先说一件事啊，就是，哎，我说不说？我说实话行吗？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就说实话了啊。胡冰老师，有点不好意思啊，但是我见到你了，我想我必须要说话。你哈就是我的。的梦中情人，的梦中情人。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真的，大气，霸气，男人的自信拿得好，无可挑剔。姐姐，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就是很多明星有不同的造型，花样年华的那种很古典的感觉，或者是玛丽莲梦露那种感觉，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你想尝试的？那个玛丽莲梦露吧。就是我走秀那个样子吗？对。
第一场那个走秀，其实我感触颇深的，他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我停顿了那么3-5秒钟，那阵我的心酸的，因为他们那个装扮头发是白的，心里就是冒出来就是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都给了你，只为了那一声爸妈。我老了会这样吗？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大概几岁？20岁。真的啊，就那时候那个心啊特别特别酸，但是当他转身就是往回走的那一刻，脸上那个自信的笑容和满身的就是那个活力，这时候音乐一响起特别激动，我一直在就是就这种感觉，就像我想上去走那种感觉。如果我老了或他老了，我们还能活到这个境界，能达到这个层次，那已经是很完美的了。其实你活得最经典的样子就是脸上挂满沧桑，但是眼睛里写满了故事，嘴角就是露着自信的微笑。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一定要做出最好，展现最好的自己。我真的有感受到每一个妈妈跟女儿都为了这个面试做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我没想到第一次就这么动真格的，所有的妈妈那么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评判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就是要非常公正。那我们把其他的选手请上来，这一组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期待一下。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女儿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做那个老妆的时候，妈妈看到其实不乐意，因为她觉得你把她做得太老了，其实他们老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有很多妈妈看到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挺难受的，因为其实妈妈们只是坐在下面，没有走过那个舞台。你刚刚说你想上那个舞台，更坚定了我的想法。就这种感觉，就像我想上去走那种感觉。我们手里还有4个邀请，我们就是没有入选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上那个舞台，好不好？我们就是没有入选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上那个舞台，好不好？我没有提前跟刘文商量，是有一点点临时的状况，就直接在节目里说了。因为我觉得每个妈妈都很优秀，能够跨出这一步特别不容易，所以我希望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带着那个很美好的东西。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待定的朋友里面肯定要有离开的。对对对，他们就有机会利用那个舞台去展示，让妈妈们走秀。7个7个这样子一起，我们一次性从那里面找出4个，好不好？好不好？好的。好的。听到斌哥说给妈妈们一次就是走那个舞台的一次机会，我们都觉得啊、哦，好开心，就是能够给他们留下哪怕这一次机会，然后没有入选，但是也觉得哦，让他们感受一下，圆了一个模特梦，是不是？嗯，好，我们现在回到 T 台秀的舞台，14名待定选手呢进行最后的走秀，结束之后我们确定终极名单，谢谢大家，来，加油，耶，加油！我是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天猫好药，妈妈勇敢做自己，天猫好药守护你。我是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妈妈你真好看。
待会儿见。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妈妈你真好看，现在继续。这里是好爸爸冠名播出的妈妈你真好看，好爸爸高端洗护为爱守护。我是妈妈你真好看推荐好物，美好孕育，美好孕育润康，孕产妇专用营养。14名待定选手，我们一次性扫出4个，确定终极名单。很感谢这些妈妈们来参加上海的集训。明天我们要进行一个考试，压力会比较大。接下来会出现淘汰赛制，会有新的阿姨替代你们。踢馆 ，Oh my god！ 要保持年轻，不断努力的有新的追求。本期的主题是挑战20+人群最爱的穿搭风格。接下来限时1个小时大考。开始。哎呦，真的不好选啊！哎呦，好小啊，穿不了，因为我们找不到全的。哎呦，好难呀、啊！你怎么配？你告诉我。我要哭了。你这样子一定是最后一个。来，我们倒计时。走走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要实在买不着咋办？真的没有哎，咱能不能弃权了？一。本期大考排名最后，非常大的压力。一切的东西你都是被动的。我知道成绩不会太好，我跟我妈我俩都想放弃了。哎，我可以放弃吗？我是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天猫好药，妈妈勇敢做自己，天猫好药守护你。我是妈妈你真好看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妈妈你真好看，待会儿见。好爸爸高端亲肤洗衣液，妈妈你真好看，现在继续。我想帮助到这些妈妈，就能够尽可能有自信的去面对人生在衰老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我有说服力，因为我已经50岁了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做他们的一个帮手。我觉得这是个很特别的一个节目，把妈妈打造成为一种模特，我也是觉得挺好奇的。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就是让当代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能够让她们真实的做自己，表达自己。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属于妈妈的美。可能我一直也说，我有一天希望自己80岁还能够活在这个T台上，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美，展现给大家。